叫奶酪。真不敢往下讲。天啊，屋子还有啊，一个礼拜了。绿宝，月美，绿宝，酱在哪？多一点。啊？酱来的。嗯。不用啊，干煎很好吃。干煎不好吃。那个破壁了，不要吃的那个破壁。不能吃。不要吃。这什么鱼？肉鱼，好可怜。没有名字。他那个月美旁边有熬类的啊，有吗？有啊，哪个？就月美本身旁边就熬类，就跟三井一样。然后台中不就新开一个台中港边又开一间熬类的？有熬类的去庆福买药。也是啊，新福就有，特意跑台中去买。我们要去玩，不是要去买。所以你要带林杰去游乐园吗？都可以。看爸爸要不要？爸，我们现在有妹妹去玩。哎，你们不可能玩，就是陪林杰可以啊。我们没有玩，你们去陪他玩。给他的老师弄弄。对啊。那你要去哪里玩？我就问你台中有什么好玩嘛。台中有那个、啊、东泉辣椒店。你可以多买个几瓶，啊，好吧。你又不敢吃。我怎么不敢吃？剩下就是什么新社这种啊，户外什么看花、看东西的、啊，湖南人一定很多。我要吃炒面加东泉辣椒酱。嗯。早餐。可以吗？吃饭店餐。不饭店餐，饭店餐就没有东泉辣椒酱了。我今天上班一点都不想放假，病人也很多，根本跑来看病。病人也多，外面出去玩的人也多。台湾这么多人，对，我们2300万人。两个三百万，从我国小听到现在，应该有变化了。两千四百万？不可能，越来越小。嗯？那越来越早，怎么会越来越挤？国外的人跑回来啊。越来越多啦，那么多新住民，拜托。对啊，新住民是台湾人，好吧？是吗？对。
前没有不好吃，它皮很 Q 哎、欸。啊？我觉得它皮很 Q 哎、欸。有一种像真的有一种是像那个油炸，那本来它立刻，对不对？不用放那里。面啊面面，对不对？那个真的可以弄。那你就要把乌鱼子弄掉。哦、嗯。往你前面慢慢吐。这你买的吗？嗯。啊，那鸡蛋是你买的吗？对啊。买的自己掉了吗？有阿姨。他上次不是拿煮完的？没有，他拿六条。哦、嗯。你那个用。汤匙把它全部刮进去。哦，你知道吗？家庭就是在家里吃饭，然后看凉水。那何谓不传统家庭？就是没电视看凉水。这个。那何谓叫爱打家庭？就是家里一定要有毛泽东的雕像。没错，要他挂架。吃个饭了，日起来的，赶快慢慢吃吧。看你要吃是要钱，一个多少钱？多少？五毛钱。那网络会补贴吗？没有网络也能看杨顺吗？就那么简单，然后电视打开就有了。所以这个社会上，政府无时无刻都是在花钱。你花一笔网络费，你可以看你想要的、啊。你吃一半。你花电视台的费用。王姐，你吃一半，还是王姐要吃一半？你只能在电视上看电视台。王姐还是王姐要吃一半，还是你们俩要一半？一人去了。王姐，那选择够啊，另外一个是，把他聊到你的时候，生活上无时无刻都是在花钱。不会啊，睡觉啊，睡觉不用花钱。睡觉要花钱。我的。你够铺有没有开啊？开了。房子没有。哎，那边。缴贷款的话，你能能有房可以睡吗？房间拍这吃饭影片要上传。对对。因为什么都是。你不讲，害我这样。没差，不能这么家常啊！那想当网红，
转行就对了。对，没有啊，我抖内就对了。我又没时间后置，如果你要太 daily 的话，没办法后置啊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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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不要。嗯，就可以了，就把它吃掉，半颗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已经是一个。那先说。你在上传 YouTube， 我看过一个月会不会有超过100人看？不会的。不这样。不会啊，因为为什么？你也不是名人。因为没有，你没有剪接，没有后置。我的网上很多无聊人。那我标题就要下生动一点。那个骂完呗，想说要用那个像外面卖的，用那个油啊，在地慢慢炸，很油炸，可是没有那么多油。不用啊，真真吃料就好了，那么油干嘛？你不要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今晚吃鲅鱼，有的肉丸就是不要做，木青仔，欸、你说订阅数低于1000不能分润，也不能直播、啊，也不能直播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有门槛的，对啊。不会今天不吃点鱼？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快分享、按赞加追踪。按赞跟秒就不用了，追踪。帮忙把菜吃掉好不好？不要再留，下一菜没有要吃。吃还弄吐了，是给你顺便配那个。现在人很无聊，闯这个有了没有？今天很多无聊人来看，下次出去吃饭，我给你来，我破袋子。对，袋子的。你都去哪？就是去外面吃饭了。哦。那就像他在家里睡觉看直播。嗯，没有草莓。你洗了吗？洗了，当然洗了。没洗的意思。没洗就不能吃吗？没事，你今天晚上在家里睡觉看，也可以开直播啊。就跟你讲，你有订阅1000，你可以开直播。哦，对。那天开个 GoPro 录影睡觉啊，然后再上传。你以为 GoPro 无限容量？录了上传完就把它删掉，录两小时没。今天中午你知道多少？那你没吃吧？刘家伟要去看医生，高血压飙到170。你知道多巧吗？他就在我跟诊的那一间。他进来我才知道，好不好？那么多一阵呢，嗯，都不知道这么年纪轻轻居然吃三种降压药。他就生活不正常啊，晚上不睡觉啊，是吗？嗯，医生你有这样说吗？医生怎么说？你去把那个草莓炖了。医生怎么说？我不知道，他看了好几次了，我今天是第一次，他就开药给他。为啥要开处方笺给他？你说处方笺药？就是三个月开一次，慢性。我觉得我没死吧。对啊，不过算了，我就这样子。你一定用人吃吧，你有饭吃才行。那把它吃掉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因为你的饭吃很少，然后就会没有饱足感。哦，这个。酸吗？嗯。这是刘阿伯拿的。酸才叫做草莓，你要不要淋一点
蜂蜜。人家就是领练组，就是就领蜂蜜。最高大妹就变做领蜂蜜。对吧？要不要试试看？不要。不用吃那么饱，因为很多零食是。什么零食啊？都被清空了吗？凤梨酥拿一块来，你就热量超标了。我跟你讲，他自己去拿凤梨酥来给他吃。真的，因为他没饱，他说他没饱。对，那不是香蕉。哦。你怎么有香蕉？水果啦。不，怎么有香蕉？削不完是不是？每天吃，每天有。那很明显，今天新买的嘛。奇怪，这么快吃完，怎么又有？那是水果，每天要吃啊。奇怪。有一个会那个看风水的老师，他说去财神爷拜拜求财神，拜最好的水果就是香蕉。哎，你知道他说越大香蕉越好，他就像手一样，哎，钱来钱来钱来，拜香蕉就是拜财神爷最好的水果。你们擦是给他不用，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他的他那个样子是酸，就是这样，然后一拜他给他钱来，钱来，你去把香蕉拿来，吃了你就会饱，就不会一天就不会找东西了。对啊。凤梨酥拿出来。现在只要有关任何跟凤梨有关的，我都要吃。嗯。什么？夏威夷披萨啊，凤梨酥啊。那你应该去买啊，一百颗。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去买一百颗支持小农？一百颗什么？凤梨啊。他去买就是帮全联推广业绩，好不好？嗯。对不对？要直接要跟农夫买。没有。他说他不会赚啊，听全年的讲，全年说他不会赚。上面讲的话你能信？屎都能吃，什么？你真的很没有水准。说话能听？就是说你没有那个教育。低俗。对啊，人家是要高尚，接下来都很低俗。他上辈子可能是那种。怎样可以吗？你吃的如何？结果台糖的那个什么，他不是有凤梨罐头吗？嗯，他才被踢爆。台凤梨罐头是用泰国的凤梨做的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啊，他不是我们台湾的、哦。是。太烂了吧，我们台湾。是啊，他比较便宜啊，泰国的。台湾这么多的那个。台湾这么好的外销啊，烂、的才做罐头啊。对啊，罐头这种廉价的东西好不好？嗯。可是他，我不是说我们台湾这么多的凤梨。那是因为交不出去才变那么多啊，对，交不出去就没那么多啊。这个不是不是每人每次都这样，就是这次是中国故意搞你，就跟那个什么莲雾一样、啊，漂亮的东西都已经在百货公司或者去日本飞机上，你觉得屏东能吃到漂亮吗 ？No。他们也不要，他要卖钱啊。不嘛，他们靠这来吃啊，就在那边吃啊。嗯。漂亮都已经在搜狗楼下了，好吧？怎样？你觉得如何？我如何到店吃？要的。这不第一次吃。现在男生唱歌，他已经生病好几年了。那个？这个。因为。是很久很久的。凤梨酥不是台东名产吗？嗯。全省都有是吗？全省南投也有啊，不然你们要罗城就怎么来的？那叫凤梨酥，本来就是糕饼店的一个基本的点点，每个糕点店都会做。对啊。家的是一位越买越觉陶冶，水果要吃。是哦。嗯。
他那时候刚好说，就故意拿这个去大陆，所以就到大陆的那个光客来就住亚洲嘛。很好啊。从此他有亚洲巷，台北市中山区南京东路的亚洲巷。四段吧，四段还是五段？我记得是四段。五段。是五段吗？那上面有写地址啊。就五段啊。这多久了？二十年前还是三十年前？你没吃饱再吃啊？不用啊。我说吃香蕉还是最正确的。你帮忙吃一根吗？什么是最后一根？不吃。你才这样才会那个，听不？哪个？身体里面有矿物质跟维生素。我刚刚吃的东西都没有矿物质跟维生素。被消耗殆尽，因为它利热。要不要啦？但我那个不够高哎。好吧，算了。王静，你要吃吗？对呀。哎呀，杯盘狼藉。是，吃完就丢掉了。哎，锂电车。你那个摩托车手是不是又摔倒？没有啊。上面那个地方，灯口上面。从来没有倒过啊。之前不是。嗯，你是翻车就好了。对啊，怎样？那个没修吗？没修。我怎么知道？不是你要去给老板修的吗？我怎么知道？都修好了。对啊。是我今天看的那个码表吧。上面那个红色的都有那个内缠的刮痕，不知道，他可能没修吧，他可能没有换吧，他可能是修里面，你不是说他那个什么芯歪掉吗？对，对啊，他可能是修里面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又不是我先修的，那新闻联播，哎呀。好吗？一餐就。